我一定要懂吗？好烦哦、喔！来，精彩要来喽！嗯？哦哦，要转哦，要转哦，先要持续十五秒，要转它。坚持一下，坚持一下，要转它，要转它。还要多久？宇宙开箱去。叫我出来，今天要干嘛？今天要拍一个特别的东西。什么东西？这个罗氏家用新冠病毒抗原自我检测套组。没错，就是要你测。为什么是我测？因为他最近连商店都有在卖啦、啊。所以我们今天是要来拍这个、哦。对啊。这样我等一下不就要捅鼻孔给人家看吗？重要安全通知：在进行测试之前和之后，用肥皂和水洗手或使用洗手液。所以我们等一下先去洗手，要洗很干净吗？保持拭子清洁，避免接触拭子尖端，并确保使用前它不会接触任何表面。测试套件仅可使用一次，避免与皮肤和眼睛接触。除了套件中包含的拭子，请勿在体内使用任何测试组件，不要吞下任何组件。它这个意思是只能懂鼻孔，其他地方不能懂的意思吗？它里面的套件组成有一个铝箔袋，一包含测试设备和干燥剂包，那应该就是这个。铝箔袋二包含五个装有液体的试管和五个喷嘴盖，所以我们等一下要这样子拆。然后无菌试纸，哦，它每一个包装里面就只有一根呢。嘿呢，你没说我没注意耶。然后它有一个试管架，就是把试管架在这上面。所以它第三个就是要检查保存期限，如果保存期限过了不能用。然后第四个是撕开铝箔袋一，先把验孕棒拿出来，真的蛮验孕棒的。这是什么干燥剂哦？这好可爱哦，这是很缤纷啊，很像那个水果软糖之类的包装，看起来心情都变好了。取出之后，确保测试包装完好无损，并且干燥剂包装中没有绿色珠子。所以它如果可能是潮湿的话，会变绿色之类的意思。OK， 所以刚刚里面都是黄色的。对，里面是黄色跟白色。撕开铝箔袋二，取出其中一根装有液体的试管。所以它是只有这一袋哦，然后它里面就有很多试管的意思吗？应该是全部放进去。真的嘞，这样。拿出一根而已吧。啊，可是它还有这个嘞。对对对，还有这个。那里面长这样。小心的打开试管上的封膜，液体不要溢出试管。哦，这里面有液体嘞，你看。他说液体不要溢出试管，然后放在这个试管架中。就跟平常挖鼻屎的时候会想闻一下鼻屎的味道一样，应该都会吧。然后第三个步骤就是用纸巾拧鼻子哦，要全部拧出来吗？不用不用，它就是把鼻腔里面的鼻涕，然后洗到我比较好采集的状态。哦，好。然后它的第四个步骤是从包装中取出试纸，确保我只触摸试纸的手柄，而不是尖端的软垫。这摸我吧。头稍微往后倾斜，将前面带有软垫的试纸插入你的左鼻孔两公分。它这有一个刻度哎，你看，告诉你这个两公分的位置在哪里啊？我一定要懂吗？好烦哦！来，精彩要来喽！嗯？哦哦，要转哦，要转哦。先要持续15秒，要转它。试纸抵靠鼻腔内壁，哎呦，并旋转四次。你到底转几次啊？这动作好丑。四次了吗？总共约十五秒，再从鼻孔取出，只用同一个试纸。啊，还有哦。另外一边啊。两边都要就对了。高一点，都要高一点。好，我帮你计时十五秒。好。开始。坚持一下，坚持一下，要转它，要转它。还要多久？好。欸，你很厉害，你有打喷嚏耶！我鼻孔就不怕痒，我是你。将试纸插入试管中，直到软垫进入液体，挤压底部的管子。简单来讲，就是你没有放插了，给它拉呀。按小半十次以上，十次以上之后呢，一边挤压试纸，一边取下棉签。拧干就对对对，这可以丢了。丢弃试纸并用喷嘴盖牢固的密封。
更牢固了吧？要测验精彩的来了，当爸爸的时刻来了。跟当爸爸完全不一样嘛，我记得是要滴三滴啊。他说滴四滴，将测试设备放在平坦的表面上，将试管直立在下面图片标记的圆孔上方，不超过矩形。结果显示窗口在这个的上方，然后滴四滴，一二三。然后设置定时器，并在15分钟后到30分钟间读取测试结果。它现在已经跑出一条线了。那我们先看它一条线之后静置15分钟，它就会变出两条线了。两条线你就掰了啦。我凑单怀孕了，不好意思。测试完成后，如检验结果为阳性，请将检体及检测装置妥善密封，前往社区或医院筛检站筛检时，交付筛检站进行医疗废弃物处理。如果是阴性的话，将所有测试包材料丢弃在垃圾桶内。就这样。这么简单啊？对啊。我以为很复杂欸。因为其实我们平常拍片的时候都是比较容易就会接触到人群，因为我们都是在外面拍，所以其实测试这个对我们来说其实也蛮重要的。因为我其实支气管不好，然后我有时候可能如果在家里工作，有时候会喉咙不舒服，我就会想说会不会是中了还是什么的，就会很紧张。你不是很常干咳？很常啊。因为我支气管不好，是因为我之前做直播的时候播太凶了，那时候我每天播6到12个小时，然后每个月都播100-200个小时，其实有伤到喉咙，所以我现在喉咙状态很差。然后因为我房间如果有吹冷气的话比较干，又加上如果你一直讲话的话就很伤喉咙。他这边有写说如果你测试无效的话他会怎么显示，就是没有 C 然后只有一条 T 的话，或是 C 跟 T 都没有的话就是测试无效的，代表你可能刚刚的步骤错了还是怎么样。那如果你是测试为阳性的话，它就是会显示变成两条，然后如果测试有效的话它就是会单一条 C 这样。如果平管线 C 可见，无论它有多暗，而测试线 T 不可见，这意味着结果为阴性，您可能未患有 COVID-19。 好，紧张的时刻，看一下时间到了，其实我们就是常常在外面工作，真的是很容易草木皆兵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你旁边有人有可疑的症状的时候，你就会很紧张，然后自己如果有可疑的症状的时候，也会很紧张。我连我爸妈都不敢回去见他。我也是啊，我没回去看我阿公阿嬤。我想我阿公阿嬤，而且我阿公阿嬤也不敢打疫苗，最近那个疫苗太可怕了。这个是安全的。可是其实我是听说一个礼拜都在测试一次会比较安全，就是当中筛检，因为你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会接触到什么人。真的，尤其是其实我们现在都叫外送，因为我们叫外送的时候其实也是会跟店家接触，然后再外送员接触，然后再接触到你。虽然你们没有接触到，但是你拿着袋子的时候你知道会不会，其实也是会很紧张啊，但是也没有办法，你还是得吃饭啊。那、啊、你要不要测？我，你不用测吗？你摄影师的哦，看我拍你，我当摄影师，那、啊、需要我帮你懂吗？对，就是要拍你啊，不然都拍我，有够无聊。你是在紧张？穿什么鬼？其实整部重点就是要让我懂进去那个状态。我就想看你懂进去啊。好，怎么样？感觉怎么样？舒服吗？哇，这个会流血。哈哈哈哈哈！旁边，你的表情好丑哦。你很弱哎，等等转十下，这好像你第一次测试女生在用的那个怀孕试纸，你看有没有当爸爸的感觉？二三四，A few moments later， 哎，两条线呐、啊！屁啦，两条线，一条线好吗？拉屎。整一下你啊，不然你都没有被我整过，谁让你之前整我？啊，下次一年见，拜拜。